千言语了不是谈，你的指尖敲着心跳鼓点，微微的一眼停留唇边，暧昧极限，配合你拉扯着跳笑，手腕掠过腰，太火热的力道，太暧昧的前调，眼神情侣嘴角，呼吸是不是要和别人结婚了？你是不是也不高兴啊？我听护士姐姐说，白爸爸要请婚假的时候，我也很不开心。团团，没事啊，团团。白爸爸要结婚了是件好事，到时候我们团团就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去给白爸爸当花童。许妈妈，为什么和白爸爸结婚的不是你呢？白爸爸是许妈妈的弟弟，到时候许妈妈会以姐姐的身份祝福他的。姐姐，这是你和莎莎的婚礼流程。你还不死心？我看不死心的是你。媒体那边的消息暂时被压下去了，只有你和莎莎完婚才能彻底平息。你就不能为微微多想一下吗？师哥，这是你让我做的 DNA 检测结果。不该来。我今晚值夜班，正好路过这儿，顺便来看看姐姐。这还是你第一次真的叫我姐姐。对不起，我从来都没怪过。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，我天真的以为我能保护好你，但没想到带给你最大伤害的人是我，受最大伤害的人是你，你一个人承受了全部痛苦。和你没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能振作起来，像以前那个小哪吒一样。我作为家人，我永远支持你。家了，放心吧。程宁姐今天有事走不开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要真想陪的话，陪我喝点酒吧。姐姐，你生病期间不能喝酒。你们医生是不是都这一套说辞？我跟他不一样。
姐姐，我给你开了点助眠的药。这样呢，你吃了药，能好好睡一觉。睡饱了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好，听邱医生的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回去吧，我会好好睡觉的。嗯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那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啊。放心吧。行，记得盖好被子。是你出的鬼主意，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你差点害死他。我只是想要你彻底死心。是云莎莎下的药，你要管就管好你的未婚妻。警告你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许巍，我会保护好他。你以什么名义保护他？弟弟吗？在他眼里，你也不过是个弟弟。但我可以爱他，你可以吗？即便是以弟弟的身份，我也会守护他一辈子。哥哥，你跟秋雨干的那些龌龊事我都知道了。你别听秋雨瞎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这一次看在云逸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以后要是再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伤害许巍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阿玉哥哥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别再叫我哥哥，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，我更不可能娶你。阿玉哥哥，既然得不到你的心，那我只能想办法得到你的人了。阿玉哥哥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如果不能嫁给你，我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要是不来，我就把这一整瓶安眠药吃下去。怎么可以这么绝情啊？下班了，邱医生。辛苦了。没事。喂。秋雨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和阿玉哥哥不会到这个局面。袁师长，你现在跟我抱怨这些有意思吗？现在阿玉哥哥已经不理我了，我也没必要活着了。云莎莎，你给我冷静一点啊！你告诉我现在在哪，我立刻去找你。云莎莎，阿玉哥哥，秋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阿玉哥哥，你冷静点行不行？你一个人喝多了有病吧？白晴有什么好的呀？阿玉哥哥就是世界上最好的，你凭什么说的？我看你脑子就是有病。收留情绪。
新的勇气，驱散我的逃避。命运转动又相遇，拼命勾起回忆，爱太错受不起。相册里那个你，如星辰闪耀过去。洒满了天际。